Hello。说最后我们终于等到珠峰的全貌了，真的太兴奋了。兴奋。啊，幸福幸福。这么辛苦，我们这样子，哦，几千公里的路途，我们终于来到这里，我们没实现我们的愿望。开心。这边是那个珠峰的那个高度碑，然后是8844.43米。这个就是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，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终于找到它了。然后这里刚好可以跟珠峰来一张合照，好喘。各位旅伴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不要忘记分享、按赞，一定要开启小铃铛。啊、哦，我们在西藏的珠穆朗玛峰，你出发了吗？希望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旅行路上遇见你，下次见喽！下次见喽！拜拜。